大家好，接下来我来和大家介绍一道素炒五宝。这五宝分别是白色的淮山、黑色的木耳、红色的胡萝卜、绿色的甜豆，还有黄色的杏仁。我们加点调味料是盐巴。温热性食材调味料是辣椒。大家会发现我在制作菜肴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什么菜，如果有水分的话，我会尽量把它炒干，在炒干的同时加点味道，而最后好了，炒熟炒好的时候才来加香油，这样子整道菜啊，它制作起来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少油少盐少水分，而且甘香可口，这样一个特点。接下来我们来炒这个神锦五宝酥。我们先把它倒到水里面，给它过一下水。过水有一个小诀窍，就是要加一点点生油，加这一点点生油是会让这些蔬菜绿色的会变得更绿，然后不是绿色的也会变得比较好看光亮啊。我们先过一下油，等这五宝酥的这个水开了以后，我们把这五宝石酥给它捞起来，这样子这个五宝石酥我们就给它过水啊，过水起来，给它放在这个漏勺上控干备用。我分享给大家炒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提前把所有含水分的菜给它炒干。锅里面不下油，把这水分先炒干。炒干的过程当中，我们下点盐巴。盐巴不用下太多，差不多就好。我们加几个小米椒下去。好，这下子水分也慢慢干了。我们盐巴也下了点小米椒，然后我们加点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香油。我们下点蒜香油，不用太多，一小勺就可以了。这样子给它翻炒均匀，翻炒均匀以后就可以起锅了。这样子这个五宝酥就做好了。五宝酥它的特点就是干，没有水分，然后下少量的盐巴。最特色的就是我们在起锅的时候下油，下少量的香油，这样子的菜它就具备了少盐少油少水分又香又辣又温热的这样一个特点。大部分所有的菜肴都可以这样子制作，如果是水叶菜的话，可以给它切细一点，同样过一下水，慢慢炒干调味，最后下香油起锅，差不多所有的菜都可以这样子制作的。